Hi guys，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这一期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爱用品分享，是今年到现在的，然后我已经挑选了一部分，不是说所有爱用品都拿来分享，就是那就太多了。这一期我想做的稍微短一点、快一点，尽量方便大家看完影片之后呢，也来得及去购买。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有些生活用品，然后有些户外用品，就可能门类比较多。如果你没有看到感兴趣的，或者是有购买欲的一些单品呢，你可以灵活使用下面的 time bar 去调转一下。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了。我们从小到大这样子来介绍。我现在来讲一个挺日常的一个小物件，就是润唇膏。我现在使用的这个来自科润的润唇膏，这润唇膏呢是我今年三月份逛画眉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牌子，只是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美妆达人，不了解这个。那时候我刚好唇膏用完了，还挺干冷的，所以嘴一直掉皮，一直掉皮，临时买一个试试看吧，就盲试，结果还挺好用的，意外的适合我自己。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用最常用的那牌子是 Chopstick， 老美的超市货，就很便宜那种东西，虽然保湿效果也不错，确实不干了，但是我的皮也一直往下掉，停止不住的，总是去咬啊或者去撕，就很不舒服。虽然那个很便宜，但是确实用起来体验不能说很好。那后来我又买这一个 La Bucket， 我不确定这个名字是不是这样念，好像是个瑞典的品牌啊。据说十分天然，然后它是椰子油成分，就是孕妇也能用。但是这个好像又太天然，对我来讲，涂了没一会就没了，马上又要涂。你别看它这么大支，其实用的很快，并且它确实也不便携，因为它太大个了。有被我朋友说过，你为什么要带个固体胶出门？直到我后来遇到 Corin 这一个之后，我基本上是可以说不离身的携带，天都会用个两三次吧，可能因为我确实皮肤比较敏感一点，尤其是进入秋冬。换季的时候，我初体验的感觉就是它挺厚重的，涂上嘴它不是那种特别油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也不喜欢特别油的那种类型的唇膏，涂完了之后好像整个嘴吃饭没擦干净一样，很恶心。所以这个厚，但是它并不是那种光亮的，用上来也挺舒服，并且它涂了之后呢，确实可以坚持很长一段时间再去补，除非说我吃了饭或者吃了东西喝了水什么的，被蹭掉了擦掉了我才会补，不然的话其实一天可能涂一次或者两次就能坚持好几个小时，我觉得也是挺好用的。OK， 那我现在使用的这个呢，其实已经是第二支了，早前我已经用光了一支，就已经是流不出来了。不过它这个是有一点迷惑性，看起来好像挺长一支的，对不对？它的盖子呢就是意外的高，实际上盖上去它是少了一半，然后并且它整个唇膏膏体其实也不是从顶到底这么满的，它大概是三分二多一点这样。三月份用到九月份，大概我一支唇膏是用了半年六个月，然后我又在网上买了两支。如果是最近看到有折扣的话，我还会再补。就是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讲是一个蛮不错、不会离身的小物件了。可能有朋友会比我更了解科润这牌子，它好像是日本一个专门应付敏感肌类型的一个比较天然的药妆品牌，花王旗下的。OK， 那这就是这一 part， 一个贴身使用的好物。那再过来一个，也是之前我一直推荐的品牌，我们就来自 ASO 的。这类型有一点私密啊，它是属于个人气味处理方面的这个类型。不要想歪了，我说的是这个腋下滚珠，我也是无限回购的一个产品啊，我已经买了很多了，就随便拿几支出来。从我开始买直到现在，都还是只有两个味道，一个是木质香，一个是草本香。我个人会更喜欢木质香多一点点。其实这两个味道都不差，可以盲买啊，用完一个再买另一个都试一下都没问题。滚珠类型的它就不方便带出门，因为它是玻璃瓶，很重，然后也有点占地方，而且打碎了里面的这些液体会流出来，所以后来也买了他们这个同款的喷雾状。不过我不确定这个到底能不能上飞机，可能也不行，因为它有一个易燃防火的一个小标志，就还是挺多人会比较不注意这方面，哪怕可能买了很多香水，但它并没有去处理自己这一个位置的气味。这个气味的来源并不是你身体内部散发，而是你没有处理好这一个微生物的问题，它会分解你的汗啊，可能是你的一些皮屑等等会散发出来的味道。当然这是我自己用惯，还有一些别的品牌也有同样的功效，就是有杀菌功能，同时还带一些香味。那只要它有杀菌功能其实都可以啊，不是说拘泥于这一款，这一款只是我个人用下来比较常用，然后我买惯的一个品牌，因为我喜欢它的味道，并且它功效一直是有显著作用的。基本上我用一次大概坚持个两三天都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味道，除非我去一个特别剧烈的运动。这类型的产品不同于香水，因为 ASO 香水包括 ASO 的一些其他的香味也可以看我之前影片的分享，就专门讲香水香味的气味的合集。这类型的用品
品，更像是个人卫生用品。它主要的功能不是它的气味，而是它的抑菌作用，这样子你整个人才会更加清爽干净一点，就不会说哪怕你使用了香水，但你依然盖不住那个味道，各种味道混在一起反而闻起来更怪了。优先把这一个微生物的问题处理掉之后，你再去使用你爱用的香水，可能会扣了一份使用，事半功倍。 OK， 那么前面说的是一些个人的形象卫生健康方面的一些小用品，那接下来讲一些家里用的东西啊。首先就是这一个 Body Wash 羊毛清洗剂。 Body Wash 这个品牌呢是来自澳洲的一个牌子，家居的洗物方面。然后我这一瓶呢是主打羊毛羊绒，以及偶尔也可以给一些羽绒用一下，就是这种特殊衣物的清洗液。这个牌子其实应该很多人都见到过了，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牌子啊，只是我用了之后我是觉得好像还真挺不错的，所以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来分享一下。就之前我自己家里也没有一个专门给羊毛羊绒使用的清洗剂，就是一些跟其他衣物一样，不过洗的方式特别一点，可能单独拿出来浸泡一下，特别脏比如说袖口领口的位置稍微搓一搓，其他地方可能就是泡一泡，然后揉一揉，温柔点去对待它。或者有些洗衣机有专门的羊绒羊毛或者是羽绒的这个档位可以去使用，就它转起来比较轻柔一点点，就顶多是这样子，没有在清洗剂方面给它一个专用的待遇。那么其实在这之前呢，我自己洗羽绒或者说羊绒羊毛这毛衣的话，即便我很小心处理了，我也没有去冷热水交替，我也没有去大力的机洗，更不可能去扭干甩干，但是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缩水，好像没有办法避免。那我确实也是用了这个才知道它真的是可以抑制到羊毛的缩水。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一套照顾自己衣物的方式，我就不在这里教你怎么洗衣服了，这是其实挺初级的问题啊。还是看回这瓶东西的分享啊，我这一瓶它是方菊叶和檀木味，我觉得还是偏向木质调的，然后是比较的粘稠，你打开盖子发现，然后你要稀释它才能用。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如果你去买的话，其实页面上都有详细介绍，我就不再赘述了，只是分享一下这个东西确实对羊绒羊毛这一类型的衣物呢有一个很好的照顾。那我一开始其实也不是很有信心说这个东西就一定特别管用，所以我是拿一个比较便宜的优衣库的一件羊毛衣就去试了一下，然后发现确实挺不错的。如果你是用手洗的话呢，就是从盆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拖着，慢慢的把它从水里拿出来，不要因为水的重量然后拉扯到它的纤维，湿润状态下拉扯了可能没有办法比较好的回弹。然后并且晾干的时候呢，我也是买了这种晾干平铺晾晒的网板，就是也是挺常见的东西，对于一些需要平铺晾干的衣物会比较好。即便你不是真的总是清洗这些衣物的话，偶尔晾晒一些什么毛绒公仔啊，都还挺好用的，就是一些配套的推荐。这东西大概就是150左右的价格，然后这一支是500ml，我觉得挺耐用的。我稍微就讲快一点啊，就带过一下，如果你有别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在留言或者是弹幕再问我。我们再过来一个也是清洗方面的用品，是这一个 Grangers 户外用品清洗套装。这一个我在之前的动态有推荐过了，就是我早阵子去徒步回来之后，着重的打理了一下我的那些硬壳的外套、裤子、户外的一些用品。我买的这个是一个套装啊，它好像是个英国品牌。我在套装里面是有三支东西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速干衣的清洗液，给非常非常薄的一些 T 恤或者一些皮肤衣去使用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一个，是给你的户外冲锋衣、户外硬壳一些使用了 Gore-Tex 科技的服装去使用的。另外还有一支就是一个 DWR 涂层的补充喷雾，它这个套装呢是有对应不同的服装类型去做区分型号的，大家买的时候要注意看。我买的这个版本呢应该是叫做 GRF203，它就是专门应对硬壳、风壳、风衣、硬壳裤这一些。当然你可以通过瓶子上面的这一个标签上的图案也能看得出来你买的到底是使用什么衣服上的，因为它还有另外一款 GRF200 呢是使用在羽绒抓绒比较柔软的这些单品上面的，就不一定是有 Gore-Tex 的。如果你专门针对清洗 Gore-Tex 方面的一些服装用品的话，那就一定要买这一款，认准上面是一个硬壳衣服、硬壳裤的小图案。当然了，DWR 涂层上面也是有这个图案的，买的时候要看好啊。我这一个盒子整个套装大概就300左右，我觉得也是 OK 的，这价位我是能接受的。并且它这一支现在的新版据说这一支可以使用12次，它不是一个万能的洗涤产品，你买的时候上面也会说明一些特别顽固的污渍，你不管是用什么方法都比较难处理的，就是至少不可能一次就洗干净。比方说我自己那件硬壳，我当时在树林里面走呢，其实沾到了松树还是杉树的那个树脂，在
肩膀上的位置。我当时还不知道，我以为是沾了什么胶什么的，怎么这么黏呢？特别硬的一块，它已经凝固了，就不知道沾了多久，我才发现。然后我摸了一下，哇，就很香松百味。但确实，由于它特别黏，而且我当时没有处理的方法，我也是回到家之后才买了这个东西回来处理，可能时间已经过了蛮久的了，所以一次洗的时候并没有洗得很干净。但是也没办法，就是你去这种地方玩，你就预计了本的外套肯定是会有一些损耗的。当然，它对于 Gore-Tex 防水膜的影响呢是没有的，所以它的防水性能还在，只是外面这个织物的表面会有一点点印子，已经很不明显。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功效已经是我用过的这些清洗剂里面比较好处理大部分污渍的了。当然前提是你也要足够耐心，因为很多，比方说是我硬壳裤的裤脚内部，它有一个非常粗糙的补强区域，这个区域可能是你需要用手工去慢慢把它刷干净的，不是说直接丢洗衣机不管就好了。这个 DW8 涂层的补充喷雾呢，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因为我们大部分情况下的防水其实都是依靠 DW8 涂层先把一些基础的水珠给它弹掉，实在是暴雨倾盆的时候涂层都挡不住了，才会动用到 Gore-Tex 防水膜。并且如果衣物表面的织物已经失去了防水功能，织物表面会湿，虽然 Gore-Tex 防水膜在底下依旧是起作用的，水进不去，但是问题湿的这一块区域呢，导致你的汗可能也不那么好排出来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点关注自己的外壳的这个防水状况，尤其是肩膀啊、后腰啊，这个经常背包的部位会磨损的比较厉害。哪怕你不是整个套装买，我也建议你这个喷雾单独备一支，因为这个用的很快，用力一点点了，整件衣服面积很大。而且 DW8 涂层的修复呢是需要热激活的，就是它需要一定的高温，稍微热一点的环境，它才能更加好的附着在衣服的织物表面，形成这一个均匀的涂层。哪怕你自己的家里的电吹风都可以。那我的方式呢是所有的硬壳包括背包也是，背包我可以用这个喷雾去修补一下。哪怕你的衣服不是一些 Gore-Tex 产品，我自己那件 Atom 的棉服，包括像这种纤维衣服，只要它面料是够致密的话，其实你想要它有防水的功能，你就可以喷这个 DW8 涂层，然后只要使用热激活就行了。它有几个热激活 DW8 涂层的方法，就是洗完所有的硬壳或者说是你需要激活的单品，稍微沥一下水，不要滴水的状态，你把它挂在你家的浴室，最好是浴室了，我觉得比较好打理一点。家里有装浴霸你就开浴霸，没有装浴霸呢，你可以把你家里冬天用的取暖的那个小的暖风机给它丢进去，然后把门关上，烘个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隔半个小时进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干就好了。因为他们这个产品呢还有另外一款是蓝色的，蓝色这个包装相当于是个二合一，就是专门给你的洗衣机有烘干功能的人用的，这两个东西二合一，洗衣机洗涤好它自动烘干，这个过程它就可以把 DW8 涂层给修复好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用这个比较好一点，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家里都有这一个洗衣机的烘干条件。另外一个就是有些单品确实也没有 Gore-Tex 的科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可能是个棉服，可能是个外套。当然 你在网上买呢，客服都会教你怎么用了。只分享一下我的方法，我当时还担心我喷的喷雾不够啊，挤了一遍水，可能 DW8 涂层也有一定的损失，所以我就所有的衣服前后腋下各个位置我都喷的挺满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支用的比较快的原因啊。总之喷完之后我发现确实功效是很明显的，这个改善也是我觉得很推荐的东西。哪怕你不需要整个套装买，你只需要你自己家里有几个能够防点雨的城市用的单品的话，买一支这个 DW8 涂层就好了。这个喷雾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任何你想要给它一点防水功能的东西都可以使用上，就挺好的一个单品。当然你有比较多的 Gore-Tex 的产品呢，我还是推荐你整个 set 买回去，这样子能呵护更加好一点。并且我买的这一些，虽说它现在是个小瓶子啊，但是他们这个品牌呢也是有卖那种特别大袋的补充装，基本上如果第一次有买这种瓶子的话，后续你只要买补充装的液体倒进去就好了，觉得也是挺环保的。并且他们家说这些所有的罐装瓶子呢也是一个环保回收材料。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些户外方面的单品，首先就是我早阵子去徒步比较常用的一款单品，但之前没有介绍过，虽然我已经买了有段时间了，也是最近才发觉它真的是挺好用的一件小物品，就是鸟的这一个 RAW LTW 羊毛绒帽。 RAW 这一个产品线呢是鸟家的打底线，它也有 AR 有 LT，然后这个是 LTW，W 就是 for wool 羊毛。因为 RAW 这个系列的单品呢，不是说都是羊毛的，它有一些是纤维的抓绒。这顶帽子呢，也是我觉得很意外的一个好用的小东西，因为它叠起来真的很方便，一点点可以收到大概就是一个纸巾包这么大。然后它呢是可以戴在帽子里面的一个，你可以当它是打底的帽子，因为它是羊毛嘛，即便它湿透了依然有它的保暖性，然后所以它呢是一个我觉得挺实用的单品。你想要吸汗透气又保暖的情况下，有些纤维的帽子确实不好做到，
因为像是聚酯纤维这种东西，它湿透的话就真的湿透了。即便不是雨水打湿的，你的汗水浸湿它也不会再帮你保持更多温度了，尤其是林间或者说是雪山附近天气变化特别大，然后可能风是一阵阵吹，你万一额头湿透了之后你再吹风很容易生病。高原的话头痛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觉得备一个羊毛的这个冷帽还挺有作用的。羊毛帽其实有很多，我自己有很多那种厚的羊毛针织帽，其实我也有带，但是这趟没有用上，我就用了这一个，我觉得就挺够的，因为它的保暖性挺好的。整顶帽子是 95% 的羊毛，加上5%的氨纶，氨纶就是为了它的弹性作用，整个帽子弹力还是非常好的。并且你可以看到它的顶呢是六棱织法，一般的帽子也就四棱，使用的时候你戴在头上会显得头上好多缝线的角头会顶出来，但是它的立体性会变得很好，它整个很圆，挺贴头的，因为它主要也是为了贴合去做这个设计，然后它可以戴在别的帽子里面或者戴在头盔里面。那么这个系列呢，除了我手里的这个冷帽之外，它还有类似滑雪面罩的那样的整个头罩，连着脖子跟头顶只露眼睛出来，应该叫巴拉克拉法帽吧。还有一个就单纯的圆筒型的围脖套，官网都有这些数据了，我就不再赘述了。它其实基础参数都挺简单，然后就看你自己的使用场景去选择就好了。我觉得班人啊，可能买个小帽子就够了。围脖的话，其实我更倾向选的像 buff 的那种防晒的魔术面罩，我叫魔术头巾，因为那个东西便宜一点，然后它也有防晒的功能，并且它更不心疼吧。所以那种东西我觉得是一物多用，我会倾向于买便宜一点的消耗品。这帽子的货号是13456，挺好记的。鸣鸟线呢有挺多颜色，我记得除了黑色之外还有什么蓝色粉色之类的，就是很户外的颜色了。当然这款帽子的军鸟也是有的， Leaf 那边它会有多一个，我记得是鳄鱼色还是郎中色我忘了，那就是军鸟的颜色。价格其实都一样，大概就300-400的样子，看你在什么渠道买了，觉得还挺划算的一个小单品啊，推荐给各位。那么再过来一个呢，是最后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大件的东西，可能会多费一点口舌去讲它，也是我这趟徒步使用了一阵子的一个单品，但不是主要我在使用，就是这一个来自老鼠的新包包 Rido 38升。 Rido 这个包呢，它是有38升和55升两个容量的选择，我自己拿到这38升，但我认为它其实已经很够用了，是一个很不错的背包。太大或者说55升这个容量，我可能会选别的款式，不一定会选它。首先它有老鼠加一如既往环保的设定，再一个就是它的聪明设计，所有的地方都用非常简单非常聪明的一些小设计去做了很多很灵活的调节。首先就是它整个包都是一个防水的面料，并且它的闭合呢也是比较简单，老鼠加的典型的这种 S 钩，打开之后上面就是一个束口，拉开口之后它可以扩容到我觉得大概可能有个接近50升，因为38它默认的就是这个折下来的尺寸啊。打开之后它没说它扩容到底能多到多少，只是我觉得它应该潜力还挺大的，至少我这个身高我大概是1.75米，这个包如果是把顶盖都打开塞满的话呢，从背后就看不到我的头了，超出来挺多的。然后它有老鼠夹比较经典的一些调节设计，首先这个包其实外形还挺简洁的，两侧是两个大口袋，口袋都有弹力橡筋束紧，然后口袋的底部呢有一个漏水孔，防止雨水进去之后排不出来。右边这边的口袋表面还有多一层拉链，拉开之后它是一个多一层的储藏空间，我觉得也挺方便的。然后正面的中间是一个老鼠夹的经典蕾丝边 Molly， 配上了3个弹力绳的束紧扣，这扣子你可以解开然后变成2个束紧或者1个束紧，取决于你要外挂怎样的东西。这就是正面的设计。来到背面呢，可以很明显看到这款包它是一个框架包，它框架使用的是航空铝合金，它有一些我认为很聪明的设计，这也是为什么这款包我觉得可能会比其他一些背包品牌的包要贵的原因。当然在这里我没有拉踩的意思啊，只是说横向对比一下同类型的一些其他单品，老鼠这款包的设计点或者说他自己认为它的卖点什么地方，当然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判断，都是我自己观察得来的。就是比方说有人会使用的 Osprey、 格里高利或者神农这些比较老牌的背包品牌，不管你买什么容量啊，什么容量是取决于你去什么地方啊。我就说这个背包尺寸怎么挑，比方说我这样的身材，我要去买一个可能3天或者5天的包，就算它是50升好了，可能要去到店里面试。比方说我这款55升的包有个 SM 或者 ML 等等的这样的尺寸，它需要去量你的肩宽、你的颈椎到腰椎的长度，再匹配55升这款背包你要买什么尺寸，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但老鼠这款没有啊，像这款 Rado 呢，它就只有两个选项，55升和38升，没有任何尺寸给你选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万一我背上不合适怎么办，这就是拿到这款包我觉得聪明的地方，它是可以很自由的去调节这个背包背负系统的尺寸的。首先就是你可以看
看到它顶上这里有一个扣子，跟下面这里是一样的。这一行呢是固定铝合金框架的补强，同时把上下两排调节扣锁住。其实我收到的时候默认状态，这一根肩带调节的支带呢是扣在上面的，是我自己把它移下来了。在上面的话这个尺寸太高了，移下来才合适我的身体用，这是一个调节方面。再有一个呢，你可能会以为是腰托，这里是不是腰托？其实不是，它能调节的位置是这一块背部板，它可以上下滑动。我把它里面打开给你看一下，我解锁了底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它中间这里是有一条模拟支带，这条支带每隔几公分就会有一行比较严密的打枣，打得非常死，然后你可以通过铝合金这两根管呢去滑动上下位置，可以调节的幅度很大。如果是一个身材特别高大的人呢，往上调的空间不够了，你就把我刚刚说的这个位置的扣子给它挪到顶上来，然后又可以往上升高大概五公分左右，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底下这里这么高，我觉得可能大概有个30公分的范围都是可以调节它这个背负系统的高度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可能从一米五几的女生小个子到一米八几的老爷们都可以背这个包。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真的很聪明，并且不同身材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我觉得是相接近的非常优质的背负体验。它这个腰托真的设计得很舒服啊！我一开始拿到这包我以为它能拆卸，我研究了半天发现并没有啊，它只是能打开关上，然后它所有的重量基本都会压在腰托这个位置，只要你调节的尺寸得当的话。然后它的肩带更多的就是一个挂在你肩膀上的作用，而不是给你肩膀增加负担。虽然说肯定会有一定的重量，但是你身体的感觉呢，自我感觉背负体验基本上重量都在腰上。我觉得它的背负体验真的很好，很轻松，哪怕我这包装满了就当它是有30多斤的话，我背上来其实并不觉得有那么重，很厉害。再一个呢就是一些别的细节，比方说腰托外面在右侧这边有个弹力小袋子，这里可以放些坚果，放些能量棒，放些你打包好的小袋子的路餐等等的，方便你拿，方便你吃。确实我自己在几趟路线下来累到你是没什么胃口吃东西的，基本上都是吃一些能量棒或者是小路餐。这种坚果加果干的配置呢确实很适合徒步的时候累的时候吃，补充能量恢复糖分来得非常快。另外一侧是一行蕾丝边，你可以外挂你自己常用的一些小物件，或者是一些登山扣或者一些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然后整个肩带上面也是一条一条的蕾丝边，老鼠家招牌这个蕾丝 Molly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一个系统，别它也适配很多别的挂钩。它的这个胸扣我觉得是很好用的，区别于很多品牌的胸扣，它就是一根绳直接跨过胸口，它这边是用了两根细绳，左边这一边呢是有弹力的，右边这边带挂钩的是没有弹力的。然后它挂上去之后呢，你可以任意调节它在肩带上的位置，你就可以有一个更宽但是更紧的收紧效果，或者说是更细但是更宽的收紧效果，取决于你自己的舒适程度了。我觉得它这个调节是很好的，并且它有四个点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压胸口。你知道有时候本来高原嘛，氧气又不是很够，你徒步又很累，气就喘不上来，你还要勒着一根绳子的话在胸口真的很难受的。这款包呢是一个内部没有什么更多设计，没有内衬的一款包，它就单独的一层布，里面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拉链暗袋，放一些你的重要小物品。并且这款包也是支持放水袋的，但是我不明白它连水袋仓都没有准备，就是怎么固定你的水袋，可能要靠别的东西去相互挤压来去固定你的水袋吧，如果你要放水袋的话。当然它上头也是有一个水袋吸管的出口，不过它出口不在中间，是在右侧固定的，通出来之后是从右边肩膀拉出来。那么这大概就是我对这款包的一些设计方面的感受啊。我觉得它是设计很聪明的一款单品，虽然它售价确实也体现到了这一点。相同容量的包款，如果你买一些其他的牌子，比方说我前面说的那些牌子，可能价格不用到它这么高啊。我看到最近的价格也下来了一些，大概是2000多就能买到，我觉得也还挺香的。如果是差不多价格，我会宁愿选老鼠这个，因为它适配的身材更多，即便你是一个人用，可能你身材会有变化，也可以更灵活调节。如果你不是一个人用，家里有别的人用的话，那更好了，就是很多人可以用同一款包，你就不用专人配专包，这样子很占家里地方，就是对于家里比较缺储存空间的人来讲，在户外使用体验下来，我希望它能够更完善的一些地方，首先就是它的外挂。一般我们如果出去像这种容量的包呢，通常我都默认是一个重装徒步了，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走一天或者两天或者是很多天也好，你的维生系统，你的整个家都是在这个包里面的了。当然像我们的比方说防潮垫、弹槽，或者说是一些别的可能是帐篷，你需要放在背包外面去做外挂，这个时候这款包的外挂我觉得就不是特别够用。你可以看到它虽说正面有一个好像很厉害很夸张的一条
整条的转立向型去给你外挂，但其实当你把整个包都塞满之后，它变成了一个圆筒型。这个弹力向型的内部呢，就已经被你包里面的东西给撑满了，你就只能往外延伸。但往外延伸的基础上，它的调节在顶部，它是一个最松的状态呢。如果我想要捆一个我的防潮垫、我的弹槽，我只能拉开一个结去捆，捆两下是不太捆得上的，我只能捆一下。捆一下的话呢，弹槽又会容易左右晃。其实我更倾向于弹槽或者是帐篷这一类东西横向去捆绑，而不是竖向。就我感觉横向会更稳一点，并且我更愿意把它捆到底部。但是这个包底部是一个耐磨面料，它没有任何可以外挂的地方，并且它也不像神农某些包带框架的那种包，它可以把外挂捆在人跟包之间，背负系统里面。所以说这是我觉得外挂上面可能有点勉强，不是特别多，也不至于不够用，只是我倒是希望它更多了。对，不过外挂太多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在户外行进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阻碍，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老鼠有它考虑的点吧。那么再一个就是这款包它的盖头是一个敞口，它没有任何第二个盖子，如果你的口没有竖紧，你的包很可能里面就进水了。当然在打包过程中，我们会需要把每样东西或者每一个系统单独用一个防水袋装，这当然是最好的状态了。这款包也没有配备任何的自带的防水罩，比如说隔离高力，它会在底部有一个小口袋，你可以把它掏出来，就是一个默认的这款包自己的防水罩罩上，这款包是没有的。但它在官网的详情页里面呢，又很推荐说你需要给它配一个防水罩，那当然使用起来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稍微有那么一点欠缺的地方，虽然它面料是防水的，但是我就很担心很多的开口都直接朝天打开的，在你一个满载的情况下，很多口其实也是收不紧收不严的，所以我觉得配一个防水罩给它还是很有必要的。它背后好像没有一个很多网眼的那种通风透气板，但它整个背板的设计已经决定了你的后背就不怎么会贴到，因为它这个腰托的位置凸起特别高，基本上整个背除了肩带的位置贴着我的肩膀都是悬空的了，就是整个是镂空透气的，挺舒服的。然后它的肩带也是这种细细的打孔镂空的一个填充棉，耐用同时又透气，并且它内部其实是一个没有穿透的织物，就是贴合的效果也很好。不管你是穿比较轻薄的衣物，比方说短袖什么的，或者说是一个冬天厚重的衣服，它对于衣服的保护，包括对你背负贴紧皮肤的这一块你的感受都很不错。它腰扣的设计我也很喜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几何结构去做到锁止，难拉开了，你要把它用一个特别巧的角度才能把它塞进来，这就很老鼠，它不会用更多市面上常见的那种闭合的扣子，这是我很喜欢老鼠的一点。说它不方便外挂的意思不是说它挂不了小东西，就很多登山扣什么的，或者哪怕老鼠家自己的小包包都可以很轻松的挂在他们家这一个蕾丝 Molly 系统上面。总之这大概就是我对于老鼠这款 Rado 38升我这一段时间使用下来的一些感受啊。因为我这一趟徒步呢，虽然说我没有单独再做一个我私人分享了，不过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分享的东西，这个路线其实也挺多人去的。然后我在路上呢，其实也遇到很多很多更厉害的大神呢，个个都是背个50-60升，哇，速度比我还快，不管上山还下山。对攀山鼠的品牌感兴趣的，就尤其是那些比较专业的玩家，我是没有在路上遇到任何我们同行的人以外看到别的人有在使用攀山鼠，真的太少见了。但是反而它的知名度还挺高的，懂玩的人他都会认得出来你身上的这个是攀山鼠，然后他会过来问攀山鼠，哎，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我也挺希望老鼠能在国内有更多的使用者，大家一起来去给他们更多的反馈，我觉得他们还是挺倾听消费者的。他们家的专利我就不再赘述了，你想看的话，其实我老早以前就有介绍过老鼠的东西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今年才开始更加的流行，或者说是他们才开始更大力的去铺开他们的宣传吧。这款包的面料我觉得还挺好打理的，至少我从山里回来之后弄得一团糟，都是泥啊土啊什么的，就是轻轻湿布一擦就掉了，都不用特别费力的去刷子刷，很好打理。这款包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如果碰上购物节折扣力度够大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宁愿买老鼠。当然也是要你喜欢它的外形，可能很多人更喜欢神农那种传统的背包造型，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那种包呢，它有些款式是有子母包的设定，你就不需要再额外配一个小包，像这款包呢就没有，所以我当时呢也是另外塞了一个隔离高力的小的 Nano 20升的小包塞进去，作为一个备用包子包来使用，配合它。隔离高力这品牌我就不多讲了，我觉得也挺好用的，那个小包就没有什么任何可挑剔的地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缺点。它有自带的防水罩，整个包身面料是防水的，它外层的那个弹力网呢也可以塞多很多一些小杂物，两侧的水袋是很够用的，内部可以塞一个大的喝水的水袋，虽然我这次没有用到。它里面有专门的水袋仓，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主仓和一个比较小比较灵活的一个收纳仓，整个背负体验也比较好，然后并且它的织带啊扣具什么的都用的挺灵活的，它扣具竟然还有个求生哨。当然这个包其实我老早以前就分享过了，不过是以图文的方式，我已经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就还是挺灵活挺
不错的一个包款，20升，不管你是在城市通勤用，或者是真的是一日的徒步，我觉得都是很好用的一个单品，很灵活。它的颜色，至少我自己的那个颜色，我觉得还挺不错的。20升的 Nano， 它都配了腰部的一个稳定扣，我觉得也挺好的。很多包20几升，它都没有一个腰部的扣子，就是在背负体验上会有一个更好的感受。尤其它背后的背负板呢，也是一个全网架结构的通风，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包还是个很好的包，如果你要买的话，我也是很推荐，也就是几百块的价位，真的是挺划算的。OK， 那么这大概就是本期影片我想要分享的一些我自己的爱用品了，涉及了好多不同领域。那也希望针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朋友呢，都能有合你们意的单品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爱用品推荐，我觉得应该也是能够帮助到很多人吧。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没有关注我，一定要点下订阅。那我是 Rob， 再见。